栽植最重要水的污染物就是浊度跟水里的细菌，所以我们设计了三个净水单元。一般就是在一个 micron 左右，可是 UWF 的部分大概可以到 0.1 个 micron， 它大概可以抵挡到90%的细菌，所以可以让我们的饮用水来更加的安全。请锁定大爱探索周报。